国流行天后泰勒斯世界巡演来到英国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开唱，吸引近90,000歌迷朝圣，就连威廉王子也带着孩子们捧场。你没看错，被网友拍到随着歌曲手舞足蹈的就是威廉王子，还有其他英国王室成员来追星，后台更是热闹。与泰勒斯自拍，威廉王子、乔治小王子、夏绿蒂小公主秒变粉丝，笑得超开心。官方社群平台写下感谢泰勒斯让大家度过愉快夜晚，而泰勒斯也在 IG 放上同框合照，连男友都入镜，并祝贺威廉王子生日快乐。此外，台下观众还包括汤姆·克鲁斯等大咖都到场，甚至还有人冒险爬到屋顶观看演唱会。2 months for this outfit. I'm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hole show. To be here, actually, is just so unreal. 早在泰勒斯开唱前，白金汉宫皇家卫队还特意致敬天后，演奏热门歌曲《Shake It Off》。泰勒斯将在伦敦演出8场，全数售罄，当局预计带来超过3.5亿美元经济效益。财经新闻，陈佩报道。